其实你不只是参与青年团活动内容以及举办活动，吸引更多校友、会员及团员教育基金筹款，也会捐款代表文忠校友会，欢迎更多校友、青年人及学。今天很高兴的看到，今天是第一次校尉注入心血，所以你们的开始呢，我希望呢，你们好好的加入这个有组织的团体，尤其对母校都发挥爱校的精神。你们给他提一个吗？